小乌龟常见，但是像图片中这样巨型的乌龟想必大家都很少见，就算见到恐怕也不敢靠近。据报道，在美国就有一位女士，不仅勇敢地给这只巨型乌龟喂食，还亲吻了它。这只乌龟体型非常庞大，看看它伸长的脖子，比美女的手还大。刚开始试着给它喂食的时候，美女也是小心翼翼的，怕乌龟一不小心就把它给咬了。因为这种乌龟的牙齿是非常锋利的，用力咬的话，可以把人的手指给咬断。